就这样吧。佳怡，佳怡，你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咱们能复婚吗？你相信我，肯定会对你好的，对孩子好的，真的。聂达，我没有要跟你复婚的念头，我也不会留下这个孩子。我知道我现在跟你提复婚，会让你误会。但我跟你说复婚不只是因为孩子，我觉得我的生命里需要你。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你为什么就不明白呢？我们离婚，也不全是因为孩子。我们俩结婚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，当然，这事儿怪我，真的很抱歉。我以为两个不一样的人，努努力也可以生活在一起。我们都尝试了，但是失败了。我也不希望你因为迁就而失去自我。结束一段错误的婚姻，对我们大家都好。那两个人在一起，不就是要互相迁就吗？再说了，你想想，我们俩在一起也是有快乐的时候的呀。我会记得我们在一起那些开心的时候。那我们不合适，不要再浪费彼此的时间了。佳怡，别走行吗？你算我求你了。约达，趁我们现在还能理智的对话，放手。不然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。别再来找我了。东西太多了，我都拿不下了。拿着拿着，不是装不下吧？谁说这是给你的？这是给小吴他爸爸妈妈带的。你也真是，拿着，哥，都拿着，拿着吧，不然我爸又让我亲自给您送过去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这是米酒，哦，都拿着啊。姐，这是我做的自动擦桌神器，麻烦你帮我叫个下降。哟，原来是因为这个才不要工资去打工了。我已经找了最好的专家，约好了手术时间，到时候我会回来。那这段时间你必须按时吃药，保持一个好的心态，多穿一点，但是也不要太有心理负担。医生已经跟我说了，这个病很好治，治愈率很高，手术也很成熟。相信你自己，也相信我们，可以度过这一关。我晓得了。哥，你就放心吧，爸就交给我了。嗯，我能相信你吗？叔叔，要不您就听他的，跟我们一起回去，我们还能照顾您。我是脑瘤，不是老年痴呆，不用24小时有人守着我。再说啊，我在这个地方待了60多年了，我待惯了。要是去你们那儿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我反而不自在。等你们结婚的时候啊，我会来的，我会努力让自己活到那个时候的。你们要加油，加油啊！好，叔叔，我都记住了，我们会加油，你也一定要加油。好，照顾好自己，我们有时间就回来看你。哎，那我们走了，走吧。Thank you.
你能原谅你爸，真好。但我不是因为他生病才原谅他的。我以前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他做错了事情，却总装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。真的，我想不通。但这次，他跟我道歉，我才知道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在折磨自己。够了，这种惩罚应该够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现在很幸福，所以也就很容易的放下。真的。我不同意，爸，你同意不同意都没用的。谈恋爱是我们的事儿，我们该处还是得处。就是啊，你同不同意有什么重要的？最主要的是，吴又同意就可以了，小何同意就可以了，民政局同意就可以了嘛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要是不同意，他们就走不到民政局，你知道吧？啊？小何，这个事情你给我讲讲清楚。叔叔，我是真的很喜欢吴又，也是真心诚意的想跟他交往。哦。真的很喜欢无忧啊。是的，真心诚意的。对的。好啊，那你就拿出点诚意来。小何啊，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好像你从来都没有跟我好好喝过酒啊。来，今天把它打开，咱们喝了它。想什么呢？哎，太阳打西边出来，难得主动找你。找你来是有事儿跟你聊。林婷啊，这么晚还特地来跑一趟，辛苦你了啊。你别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以前的事情就忘了吧，工作还是要继续。我明白。放这儿吧，还没吃晚饭吧？一会儿吃个晚饭。吃饭就不用了，李总。哎呀，都不是外人，留下吃吧。正好一会儿有一件大喜事儿，你可以做个见证。走吧。来，吃点水果啊。嗯，好。干妈。哎呀，蹭什么饭？这家就是你的家，你想吃什么跟干妈说，我正坐着呢，待会儿就留在这儿吃饭。好嘞，哎，坐坐。哎，好。你怎么来的比我还紧啊？他是来给我送资料的。董事长，那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嗯。哎，别呀，你坐坐会儿，坐会儿，坐会儿，聊天。干妈，坐坐坐。爸爸，来坐。正好，我们跟干妈聊一聊咱们结婚的事儿。好，佳楠啊，因为年轻人的事情自己做主就可以了。我和你干妈呀，怎么着都会为你们高兴啊。对，你干妈说的对，哎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结婚这事儿看你们俩怎么想的，啊。其实我怎么都无所谓，主要看曼曼的意思。我准备赶紧找个婚庆公司，然后一定要让曼曼开心。对，爸，我准备跟你借个人。说，爸先替他答应你。谢谢干爸，那我们俩就不客气了啊。林青，你也知道，我跟曼曼长期在国外，对国内这些也不清楚。你人脉广，关系多，办事又靠谱，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们办婚礼策划这件事儿。林特助，这么小的要求，你不会不答应吧？答应。当然答应。结婚嘛，毕竟是件喜事，我可以安排你们去挑婚纱。哦，林奇，你也太棒了吧！我太喜欢你了。
宝贝，妈还没睡吧？还没睡。来，过来坐。这是什么呀？打开看看。老何啊，在。你这个人不好啊！啊，你是个小偷。小偷。偷心贼啊！啊，小何啊，在。我的女儿无忧，就两个字：优秀、漂亮。是。优秀、漂亮。放心，叔叔这个人啊，很开明的。你以后能够做到对无忧好，我以后就能够做到对你好。是，你知道吧？放心了，小何，你这个兄弟我交定了。兄弟，你把什么毛病啊？一喝多了就开始交兄弟了。哎，兄弟。咱们哥俩再干一个！不，放下你手中的酒杯，你不能再喝了，你不能喝了，不能喝了，不能喝，可惜了，不过可惜了我啊！小何这么帅气的小伙子啊，无忧啊，你配不上他呀！你还笑，你笑起来更配不上啊！您放心，我不嫌弃他，我会对他好的。你不嫌弃他，我就不嫌弃你。行，不要老碰我好不好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喝醉了，来。我喝醉了，小伙子。
走了，我跟你讲，哎，吴悠的妈妈是个母老虎，吴悠是个小老虎。哎呀，走吧，睡觉去，睡觉去。起来，嗯，小何，走走走走走走，你要受苦了，小何，睡觉去，睡觉去，睡觉去，吴悠，快点快点，把小何送回去啊！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进去进去进去。 你还好吗？哦，不行。哦，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跟老吴喝都能喝多。稍微抱我姐一点。我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到家了，到家了。好好，你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先到家了啊。哦，不行了。头太晕了。哎呀，不不不，我要睡觉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先给你弄点蜂蜜水喝喝，你再说啊。你今天起来会难受的啊。 你装的是不是？那怎么办？不能让咱爸一个人喝大了呀。什么怎么办呀？悠悠，我们太磨叽了，我想提提速。不会吧？你这是想超车？应该是。怎么办呢，何先生？你的驾照分已经扣光了。什么？等你重新考到了驾照。 我在，主人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儿，想你了。我猜你一定是想听《想你》这首歌吧，马上为您播放。哦，不是不是，吴一刀，闭嘴，休息休息休息。好的。做个好梦。 需要吗？你不需要。讨厌。假期的最后一天，想去哪儿？这种事情一般不都是男朋友安排的吗？哦，好，那走吧。哎，出了小区再牵手呢。咦？ 上班去啊？早安。早。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？因为这个地方有我们很多的回忆啊，就当是故地重游，很有创意吧。没有创意啊。没有吗？没有啊。好，那你来个有创意的。 你说的，我说的，那我来喽。来呀、啊。
上钩了。说什么呢？当然上钩了，不上钩跟你来这儿干嘛？鱼。是我今天穿的太素了吗？厉不厉害？厉害厉害，我帮你。来来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来这儿的情景吗？当然记得了，那天跟今天一样的，风特别大，把我吹得像个傻子一样。回去路上，你还把那兔脑袋照在我头上。傻兔子，你还敢说我？你应该感谢我，要不是我的话，你的销量能提高吗？我帮了你啊。那倒也是。你知道我最怀念的是什么？我过生日那一天。这么说起来，应该感谢小雨同学的烟花啊。你就说你是不是故意的吧？还不是怪你那么迟钝。你要早承认你喜欢我，不至于我们都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对吧？还敢这么自恋啊？谁喜欢你了？我喜欢。我查了一下，情侣在一起必须做的十件事儿：一起吃烛光晚餐，一起做饭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滑雪，一起看烟花。反正我不管，就是所有情侣在一起做的最浪漫的事情，我都要做。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。哎，苏菲，这在哪直播呢？怎么今天改场地了？直播，我不想再有其他的女孩子跟我一样受渣男的欺骗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你去哪儿？店里还营业呢。你负责，你负责。哎，你这个人，现在的老板就这么不负责任的吗？什么是渣男啊？垃圾，是一种垃圾处理站都没有办法分类的垃圾。我今天要揭露的这款渣男属于骗术型渣男，他是用骗术跟你建立一种亲密关系，然后用间歇性强化的心理学效应让你越陷越深，正面强化加负面强化共同使用，让你彻底的沦陷。我下播了。怎么这么傻，这么愚蠢，让你伤了我的心。停停停！太浮夸了，我要的是真实的悲伤。一看就没被人骗过吧？你如果被一个男人伤害了，你会这样吗？你肯定会很伤心啊。这样没事，你放松一下啊，你借鉴一下情感，你想象一下比较难过的事情，对，利用一下你每一个表情，力图打开你每一个毛孔。哎呦，我们已经演了十八遍了，要不你来教我一下怎么用毛孔演戏啊？怎么能质疑艺术呢？我们是在搞艺术。如果排不到最好的一遍，我们就一直排，排到你能达到为止。骗子！你才是真正的骗子吧？
我竟如此愚蠢，相信你的这些鬼话。你是谁啊？大仙出去休息一下。好，大仙。你是来跟我抢角色的吗？我可不配。桃子树，多熟悉的名字啊！名字都不舍得换一个吗？王导很有魅力，是吧？哎呀，才华横溢，一心追求艺术的高度，视钱财如粪土，直到有一天你出现了，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，于是他连夜为你写了一个电影剧本，名字就叫《桃子树》，而你就是女主角夏十月。你一定很感动吧？嗯，我和你一样，不过紧接着他就会告诉你没有钱了，破产了，需要你来投资完成他的电影梦想。嗯，是这样吗？没错，之前我是邀请过他来演夏十月，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根本就不合适。我心中的夏十月是非常完美的，很干净，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，跟你一样，而不是他这种庸俗的泼妇。谁是泼妇？你就是披着艺术的皮，骗钱骗色的狼。苏菲，咱们俩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你如果还这么纠缠不放的话，你别逼我把你那些丑事都给你抖出来。丑事儿？是啊，你倒是提醒我了。丑事我还真有一件，就是始终忘不下我的初恋情怀，整整十年。王子豪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在我的世界中全部消除，不要再自以为是，觉得自己聪明，拿全世界都当傻子，不要再做一个骗子了。等会儿，你干什么呢？偷拍是吗？哎，我今天就给你现场直播，我现在就给你开直播，让你的宝宝们看看你的真面目。各位宝宝们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他的真实面目啊，看清楚了吗？这个女人就是个骗子，对，她的本名叫苏欣欣，是个又黑又丑没人要的女人。为了当网红，她改名叫苏菲，对，就是为了骗她钱。宝宝们，不要再给她刷礼物了，看清了吗？对，就是这个女人啊，不要再被她骗财了，还有你们的情感不要再被骗了。我告诉你，她就是一个连恋爱都没谈过的丑小鸭。看清楚啊，看清楚她的真面目，就是她。看不清啊，来近距离一点，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他的真面目，宝宝。苏菲，你怎么了？不是你跟王子豪怎么了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是担心你才来的。你老跟着我干嘛？不是，我是担心你，所以我才……我不需要，别再跟着我了。苏菲，丞相。
道吗？我们要用心里的单纯去应对世界的复杂。干什么？拿着包就好。老钱，我的女侠，消过毒了。行呀，看起来神采奕奕的。当然了，出去玩还不高兴啊？公司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有我在，一切正常。陆曼呢？陆曼就别提了，最近林欣跟他闹分手，心里不痛快，就没来。闹分手为什么？他们来了。哇！快快！哇，他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快帮我扶一下他。哇，你干嘛呀？啊，喝酒了？喝多了，喝多了。这怎么搞的呀？这大半天的。喝多了，别瞎说。你慢点啊！都在这呢啊！你能不能这样？就扶啊！好好好，不扶你不扶你，我里边等你们。哎，好好，慢点慢点。大外甥，坦白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被王子豪骗了。什么？啊！搞什么？小熊，这不是咖啡厅吗？回酒店。什么酒店？谁的酒店啊？我的。凯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绝配，太美了。这件婚纱是咖喱拉哈夫的高定款式，耗时一年设计制作出来的，一直没能找到适合他的主人。我觉得今天他终于找到了。林特助，你觉得好看吗？好看。林特助觉得好看的话，就留给你的新娘吧。凯文。哦。虽然没有挑中喜欢的，但还是谢谢你，为我跟嘉南的婚礼这么尽心尽力。别客气，我应该做的。如果这些都没有陆小姐满意的，我可以带你们再去转转。辛苦你了。不过我特别想知道，我跟嘉南的婚礼让你来当策划，心情如何啊？挺好的，祝你们幸福。在我面前演戏，演技差了点。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搬出电视剧里的老套桥段就能骗得了我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上次在你家说的话都是假的吧？不是假的，都是肺腑之言。其实很简单，我就是你们女生嘴里常提到的渣男，而且我已经有新的目标了。你在我这儿是过去式。是我爸爸吧？不是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。曼曼，挑怎么样？嘉南，你不是答应我要让我满意为止吗？那就好好跟林特助吩咐一下。我先走了。好。王子浩那个渣男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说他也是，这么大的事儿都不知道跟我们说一声。嗯，哎，回头。
怎么样？哎呦，跟你们说有什么用啊？都看我笑话。你以为你大白天喝成这样就不是笑话了？来，接着喝。什么呀，这是？醒酒汤。哦。哎，你怎么穿着外裤就上人床了？多脏啊！下来。哎呀，酒店怕什么？他也没洁癖。没事。那么多。哎，说到酒店啊，你怎么突然住这儿来了？我们刚来的时候就乱得一塌糊涂，一看就不是才住了一两天的样子。怎么回事？说来话长。现在几点了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快！怎么了？到点了。我先不跟你们说了啊，我有正事儿要办。醒酒呢，这是。哇，好肿啊！一会儿我直播的时候，你们别说话啊。你就说话，招男生。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晚了几分钟。这么多人在线啊？关于今天发生的所有的一切，我想我有必要给大家做一个解释。我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吧，我叫苏菲，原名苏欣欣，我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姑娘，新瓦县龙沼村苏家屯。你们今天看到的照片是我，因为我6岁的时候就是深度近视了，4年前做的激光手术。在上学的时候，青春期发育过猛，我满脸都爆痘，就跟打了激素一样，走路总是含胸驼背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班的同学都叫我花奶牛。那句丑到没朋友其实说的就是我。不过我觉得被孤立也没什么不好的，因为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学习上，所以我是我们村唯一一个考上城里大学的。尽管如此，我身边也没有什么掌声、鲜花或者是道贺，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，女孩出去闯有什么用啊？你干得好不如嫁得好。直到近几年，我直播做得还不错，承蒙各位的关注和打赏，我有了一点积蓄，给我爸我妈换了新房，还给他们买了一辆小轿车。我对我现在的生活还是挺满意、挺知足的。关于我的情感生活，尽管这些年我一直在给大家输出我的情感观点，但是我的恋爱经验是零。是的，我没有谈过恋爱。当我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，就会变得无比的自卑。人家也说了嘛，我又丑又黑又没人要。不过我觉得今天给我上了一课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。当你遇到的那个人不爱你，你在他面前上吊，他都觉得你在荡秋千；你把心掏给他，他觉得你这玩意儿胆固醇高。母胎单身就母胎单身呗，我相信以后我会遇到一个他爱我我也爱他的人，遇到一个真正匹配的人，希望你们也遇到。好了，从今天开始我会忘掉过去，重新开始，我会成为一个勇敢、诚实、自信的苏菲。不对，是苏欣欣。好了，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，拜拜。
而就被空一半，手机里的那个他和你都不相干，谁比谁勇敢，谁又比谁更孤单。记忆消失在白天，然后翻了每个页，有什么特别就珍藏在后续的纠结，还是不敢面对面，只想要平静的聊天，就像老朋友紧闹的线，我们对不上的时间。记忆消失在白天，然后翻了每个页，有什么特别悄悄藏在后续的纠结，还是不敢对面，只想要平静的聊天，就像老朋友紧握的线，我们太不像。